你怎么在这？你逃出来了？好扯哦！郑司令，出来一下。哦，好啊。哎，站着。突然出现，然后不理我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既然他逃出来，代表你有机会追他。是这样没错，大家搞得心好烦哦。哎呀，没事的，姐妹，我们先观察一下他们。好吧。你怎么逃出来的？这段时间我真的好想你啊。就是那个 Dora 教教主跟他的小兔来救我的啊！哦，果然那时候信教是对的嘛。哎，对了，那个 Dora 教主推荐我一家名叫小酒窝的夜店，要让我们去玩哎。嗯，那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啊。走吧。